请我们解释一下那个背镜的矫正过程，因为在快递运输过程中可能会把那个镜片给正错位什么的，我们可以这样把它给矫正回来。首先我们把这个地方给它，把它拿开，然后把这一边给拿开，然后把这个旋钮给拿伸出来，然后就把这前面这个也拿开。哦，不对，这个是不能拿的。这个拿。拿开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装置。然后这个装置的话，我们注意不要把它给，它是这样更换的，我们。就是如果您不小心正错位之后，可能这样更换，它这个带一个凸起的这个角的部分是装在这个地方的，我们把它装进去就行，装进去。然后这个是镜片，我们把正错位的镜片给它矫正一下，比如换成十字或者是大 X 什么都可以，矫正好之后我们就把它装回原位，然后就。